这是人生出发的日子，咱也是准备好。来，咱连续念五站，吼，五站来。这是人生出发的日子，是咱回想向前的时，相信听到会化来的日子。向前观念大时大乐，通过你我和世界变化，信心不忙，点心依旧。第三，靠住向前，给予咱心情，勇敢行出旧的过去，希望最大忧伤拢远离。追随心路，发现意义。愿我的主最前带来你，分享见证，听堂作为。这是人生出发的日子，主爱上帝，我心万里。第五，对信大家坐到来聚会。Yeah.
咱必然先来表敬上帝，请走了。称赞上帝，上帝罗伯啊，要称赞，称赞上帝的名。上帝的名应该受称赞，对现在到永远，对日出到日落的所在，上帝的名应该受称赞。上帝统合万国，夜炎光，超越穹苍。咱用这首歌来俄罗上帝，来欢喜主祭。先诗278首，圣徒主祭，主圣殿，请来方便的人，请来起立，咱做位来吟。献出阮的感谢 ，TPC 这个大家庭，各教会伫南加州各所在，阮伫遐
啊来追求真理，来分享福音，来过团结交配生活。我感谢你一年来，予阮各教会伫各所在为主做见证。阮这个大家庭一年有一摆机会，大家三甲组织伫这个所在，通过学习，通过交配，通过彼此的祈祷，甲分享，祝我们定心得到快乐，来跑走头前的道路。祝我感谢你，因为确实教会，特别北美洲台北的教会，徛伫时代的分叉点。到底你予阮的使命，到底阮会通做甚物？求你通过即届庙会，予阮过一届来得到激励，予阮设定清楚意向，逐个人同心合意来行起福音，伫南加州台南的即个社区内底，主阮将即届的灵修会每一个节目、每一个会话的交陪、每一个伫主的厅内底互相的安慰分享，拢仰望伫你的祝福下面。阮知刚才还有一挂同工、一挂兄弟姊妹，因为上班的关系，只是还伫路中，求你也保守因的脚步。阮愿意将这个灵修会当作香香的祭，是阮心灵甲诚实的服侍，到伫上帝你的面前，予你来欢喜，也恳求你设立你的宝座伫这个会中，帮助阮通过每一堂讲完的分享，通过每一堂圣神的感动，予阮心受到激励，也予阮有够力的毅力，当阮离开这个营地，去到阮的家庭、阮的教会时，阮会传活出基督，爱阮活出的款式。主恳求你，即时教阮三个一个，也予阮伫这个礼拜亲身来看见主你的恩典、你的关联，以及你要予阮的真理。同心祈祷，归阿所祈祷圣名来求。阿门。下面请咱来启用。启用文第十六篇，启部分咱请姊妹来读，用的部分请兄弟来读，坐的部分咱坐声来读。启，请咱姊妹咱来读用。因为你是我的避难所。只有你是我幸福的源头，甲因做伙是我上大的欢喜。彼底抱有生命的人，必定加添痛苦。嘛毋敬拜因的心灵。你保守我应得的分业，我得到的产业实在真好。你是我的心指点我，你是我正明，我袂动摇。所以我的心欢喜，我的心快乐，我的肉体也安然自在。因为你为我把心开，也会让你忠诚的子民落去深渊。你的心欢喜，我的心快乐。在你的面前，我有满满的欢喜。你的圣言，我永远快乐。愿上帝祝福听耶话搁去行的人。下面暂时的时间是二班教会献歌队，因所要吟的诗歌叫做《喜乐的心充满伫我的歌声》。Oh,
定第三位的圣经，甲咱来想一个题目，重新捡回家己的生命。啊，圣经是记载伫遐哩，第三十六章第一节到第八节，四十五章第一节到第五节，以及新约约翰十二章第五到第六节。咱来听上帝话。加利利三十六章第一节，犹大王约西亚的子约雅敬，第四年有话对耶和华临到加利利讲，你着摕一本册，将我所对你讲要攻击以色列甲犹大，甲达国一切的话，对我甲你讲话迄日，就是对约西亚遐个日期到伫今仔日，拢写伫迄内面。检采犹大家要听我所按算要降予因一切灾的，地到要越头，达人离开伊的歹路，我就通赦免因的罪过甲罪恶。三十九第四节，亚利米就叫尼利亚的子巴洛来，巴洛就将亚利米所传耶和华对伊讲一切话，拢记册。亚利米吩咐巴洛讲：“我受阻碍，未未入耶和华的厝，你着去，将我所传、你所写的册里耶和华的话，伫耶和华的厝，伫禁食的日，读予遐个百姓听，也读予对遮的城来的犹大人听。点菜，因要伫耶和华的面前谦卑祈祷，要回头，达人离开伊的歹路。”因为耶和华对这个百姓所讲要发出的受气，那个受气真大。尼利亚的子巴洛就照先知亚利米一切所吩咐的去行，在耶和华的厝读册来所记耶和华的话。第二段圣经来看亚利米四十五章第一节到第五节。犹大王约西亚的子约雅敬在第四年，尼利亚的子巴洛将先知亚利米所传遐个话，拢记伫册。迄时亚利米对伊讲：“巴洛啊，耶和华以色列上帝论到你，有安尼讲，你别讲，我有知个啊。耶和华伫我痛苦的顶面加添忧愁，我吐气到亚先，未得到平安。但你着安尼甲伊讲，耶和华安尼讲。”看，我所建立的我要拆毁，我所栽种的我要掰出来，全地拢要安尼。你为着家己都无大代志吗？无得都无。看，因为我要予栽的降落伫既然有黑气的，总是你无论去叨落，我要予你捡着家己的性命。这是要我讲的。第三段圣经是约翰十二章二五节、第六节。听家己性命的就丧失伊，怨恨家己性命到伫即世间的，的确报伊到永远。人若服侍我，就着跟我；我所得着的所在，服侍我的人也要伫遐。人若服侍我，我的爸要对着伊。啊，今仔个信息是对这三位的圣经所出。中间先甲大家分享一个翻译箱，你读到。感觉会无啥共个问题。头先咱有读，今仔说个题目捡着家己个性命。伫何阿本个台语个圣经是安尼讲讲，无论你倒落去，我要予你捡着家己个性命。啊，这是台语圣经。你若读何阿本个圣经，你个感觉无啥共。四十五章第五节，你为家己多无大事吗？毋通多无。我要予在个临到地老迄期个。总是你无论去倒位，我要予你用家己的性命做猎物得着，也抢倒倒来。这是耶和华讲的。这两段圣经你感觉有啥物感？抢着家己的性命，咱台湾会讲啊，我这条命去抢着，抢着，抢着的意思就是讲祝福加载，九死一生啦。我差遐险死，啊，我抢着这条命，我是抢倒倒来，幸好有这个代志。所以话，本来圣经的感觉无同，是上帝施行审判伫全地，总是你有上帝要予你抢倒来，夺回家己的性命，予你的性命得到保存。
所以对圣经的前后文来看，上帝通过亚利利甲巴洛来讲讲，当迄个灾祸的日，当迄个审判的日，你的性命会通抢倒转来，我要保全你的性命。大概意思是安尼。这个是巴洛伊伫真，咱若读出来看四十五章的时阵，伊真失志，伊讲要花。在我的环痛苦环境加添忧愁，上帝借着把亚利米给伊个人的一个安慰。我用这来做今仔日咱做伙来想的问题。亚利米，我想咱无清楚啦吼。咱定下讲，这个是一个流目屎的先知。为什么流目屎？因为生不逢时吼，伊生在一个非常艰苦心的时代。你若看亚利米第一章。上帝说你在老母的肚子，我就已经分别你做先，就要叫你做先知啊！然后他开始出来服侍的时候，上帝给他看两个异象。第一个异象就是看到一个行秋枝啦，行秋的枝到底代表什么？上帝第一个异象给先知亚利米看见，就是说行秋枝甲希伯来文的意思甲看守，我要 keep 我的 promise， 我要 keep 我的话，直到实现。所以第一个意象，亚利米所得到，用上帝在甲讲，我是信实的上帝，我安尼讲，绝对会安尼正，我一定 keep 我的话，直到伊实现。然后第二个就是歹意象，伊甲讲，伊看见北边有一个真滚的水，啊，特别倒落来，这个灾特别临到位北边来，这个是对当时的时代巴比伦威胁愈来愈。愈来愈实际。亚利米生在迄个时代，一方面知影上帝讲话绝对实现，伊咧讲的灾厄，一定会临到，如果若无悔改，所以心内一方面着急，一方面啊对伊百姓伫遐苦口婆心，该讲爱悔改，若无即个灾厄是真可怕，国家会袂无人会受了等等。总是咱来看亚利米书知影。伊讲的话无啥人爱听，特别到伫最后，伊看已经无五人啊，甚至伊求伊全国讲，咱来大行巴比伦啊，大行，咱才通保存性啊，卖去抵抗啊，你卖想要挖苦埃及，会通做咱的挖苦，挖苦上帝较重要。咱大家既然无悔改，即时已经想话，咱对巴比伦来大行啊，较侪人未受到杀害，总是讲这话。你想，咱若活伫即个时代，讲即个都已经是一个叛国罪啊！吼，那对着来啊，那你又叫拜抵抗，爱打行伊，所以伫个所在讲的话，大家无人爱听。伊个时代确实非常悲哀，伊对国家约瑟亚王也是算不知强的时阵，迄个国势也不知强，到伫最后灭亡伫巴比伦，伊无掠去巴比伦，伊予村的人带去埃及。啊，传说的埃及来顺道。你想亚利米这种的先知，伊的朋友造福也无通偌好。咱今日要讲就是文书巴洛。这个巴洛，咱知影，即马大家拢会晓写字，会晓记录啊，要这物件文件真简单。做古代受过教育的，特别是非常重要的记录。不管是甚物人王讲的话，命令拢在文书，还是讲包括圣经，拢在遮有专业训练的人底下来给抄落来，然后底下拢无错误来传达。所以文书伫古代社会非常的重要。你正看埃及的遐金字塔遐刻伫迄个内底，拢是遮文书写的一寡重要记录。伊是一个文书，啊，也是伊的好朋友是亚利米。你若甲他，伊是做亚利米的书记。亚利米定下甲讲讲，你我上帝给我的话，你甲我抄落来，啊，然后去遐传达。啊，伊有一挂圣经遮咧讲，亚利米书，这个经历有可能是这个巴洛所写。这个巴洛甲亚利米伫迄个时代，伫咱所读亚利米书三十六章，伊伫迄个所在想尽办法，上帝话一定爱带到百姓的中间，什么场合？在什么时阵爱来传达上帝信息？总是因为亚利米一直讲这话，地到遐，
领导者足气这个人啊，禁止亚利利讲你袂当入亚伯的殿啊，所以伊无迄个机会去到上帝圣殿底下来传达伊所谓传达的这个信息，所以就拜托巴洛讲我讲遐个话，伫禁食的日带入去到圣殿。在那个所在对百姓，也是为犹太各所在来的人家讲，互因了解上帝在讲什么。因选一个真好的时机，就是禁食。咱知影犹太人因禁食有固定的禁食，总是即代禁食，因伫圣殿禁食是特别吊节的。禁食是安那？为着犹遮以色列人为着要悔改，为着祈祷会通得到上帝来听，为着得到上帝头前的道路，你引带我。为着会通搁啊顺服圣神的带领，咱今仔日真侪啊虔诚基督徒嘛用敬食，敬食会顺服咱的心，会通较开阔来接受上帝的声音，上帝旨意。所以即届敬食是为着国家迄个巴比伦即、這个啊，主前609年左右即、這个迄、那个巴比伦的威胁已经非常清楚啊，已经攻到耶路撒冷啊，所以一寡有识之士伫遐来。召集一个敬食伫耶和华的殿，啊，伫遐来求上帝怜悯。亚利利甲巴洛趁这个机会，伫迄个所在来读上帝所要讲审判的话。迄个巴洛照安尼交代去做。伊读了了后，你若有机会，你来为36章读到45章，有迄个效果。遮伫圣殿听的人，这上帝变故这么严重，咱要把当作真慎重来处理。然后一寡检采无伫圣殿听到，才会贵族讲：哎、欸，我无听到，毋过听讲这个上帝信是真重要。拜托巴罗，你搁一届带这个你所写迄个来阮遐，互阮听。所以咱看见贵族对这个信息的反应啊，这个圣殿站吼啊。伫卡下卡，我这个所在，我也看无吼。36章19-19节，听这一切话，就大家惊吓傻看。因甲巴洛讲，阮决断爱将这个信息讲予王听。佮问巴洛讲，你甲阮讲这个话，啊，你用啥款来写伊所传一切话？巴洛甲伊讲，伊对亲嘴对我所讲这个话，我就用笔墨写伫册面。这些贵族对巴洛说，你和亚利利赶紧去避起来，不能让人知道你避在哪里。这些贵族有那个灵感，这个话王不一定会接受，他不接受更少回收去，你和亚利利性命都会危险，所以叫他去避起来。果然36章继续写那个反应，贵族推荐王你都要听这些话、巴洛就这个巴不是巴洛入去，叫另外一个人把这个册带入去到伫王宫内底。圣经讲，迄时是九月，迄个时阵，因为月历可能是冬天，王坐伫过冬天的厝，面头前有火炉。这犹大，伊叫这犹大来读，伊记得读3天到4天，王就用书记的刀甲伊挂起来，等落去火炉。到规本写的，这拢烧伫火炉中的火。王甲听见这的话的人心，因无咧惊上帝警告，也无为着安尼来悔改拆毁因的衫。中间有一寡忠臣，甲王讲，伊尼拿单甲啊地来亚啊基玛这的人啊，求王唔通烧这个信息，这个真重要的上帝的话，总是伊唔听。伊唔听，将即个巴洛所写的即个一本王的话，拢烧伫火炉内底。唔听，伊开始追捕吼。你看36章真精彩吼，王就命令这个人去掠书记巴洛，甲先知亚利利。总是以后我甲伊看嘛，因俩得到贵族的殿过，已经去避起来。啊，王将迄本就是巴洛所写亚利利所传的话烧了了。亚华搁一届临到亚利利宫，你搁写一届，搁摕一本，将犹大王用阿敬啊所烧起迄本所写的话，搁一届写入去内面。这个就是巴洛甲亚利利伫迄个时阵的遭遇，因为遭遇唔是干那安尼，后来亚利利
我抓到去去福迄搭古古迹内底，咱有机会去看亚利利的作物。今日咱主角是巴洛，巴洛毋是亲像前前伫老母的腹肚就受掉做先知的，伊做上帝工，伊尽忠的啊，即、這个亚利利所交代，拄到遮个挫折，王无要听，甲小气，甚至伊爱为着家己的性命来逃亡。伊伫迄个所在非常的失志，爱所讲的话，百姓的反应也无遐尼好，所以非常的累积。所以伫即个四十五章的所在，有写到巴洛伊心内的怨言。伊本来想讲，亚利利代表上帝先伫讲遮个，啊，我若传达上帝之王若悔改，伊会好款待我。我对家己的事业各方面嘛，可能有真大的帮助。总是无得到伊所期待，本来为着家己多无讲会通做较大的官也是安那，反而希望上帝得到的就是最最忧闷、最最痛苦、最最忧伤。甚至家己的性命也难保，伊实在非常的痛苦。所以亚利利有听到吼，有听到巴洛，你讲你讲你有知的，你讲上帝伫你的痛苦关顶，加添侪侪忧愁，你逐天吐气拢未得到平安，你心内非常的郁卒，做袂落去。伫迄个时阵，上帝接到先知亚利利个讲。无必要家己安尼自怜，家己感觉家己迄种鬼人。你爱想讲，上帝要施行这个审判，伫世上，伊栽种的伊爱甲拔出来，伊所栽培伊爱甲毁坏。上帝要毁坏家己所栽培、世界所听的选民，伊心内是毋是搁较艰苦？你爱想犹大国的罪是予上帝这么痛苦，你唔通为着家己多无代志，将来上帝。不是无看见你的辛苦，伊要予你的赏赐，就是你会通重新捡回家己的完整，你的性命得到保全。伫迄个所在，咱看见一种人甲上帝伊事奉中间迄个关系的起起落落。咱即摆用这来做引言，就是讲，咱大家做基督徒，检查一段时间，咱有真侪全时间的团队人，后一挂。长老执事，伫教会咧侍奉，你有亲像巴洛这种心路历程啊无？你本来想讲，哦，我来选做长老，啊，我要安那做，啊，我要安那来复兴教会，我要安那带查经，啊，无人要来查经，啊，无人要去落，啊，你的心灵感觉讲，我也是还是煞袂行，教会真侪事工煞袂行，想要放弃，上帝你。我这个态度啊，我打这么我所打袂起的打，怀疑上帝听甲伊的命令，特别是属奉的观点。我想咱做事业嘛是同款，你感觉讲啊，我应该上帝爱祝福我才对，我各方面会通做。当你遇到困难，最最是你所想袂到。巴洛已经失去服侍动力，伊嘛失去家己性命的方向，伊为着家己堕落。我倒转来为着家己的性命，爱重新找着家己的活命。富裕其实这种的人生的经验，咱加减减菜拢会有。啊，主题讲捡倒来，捡倒来就是有诚实落去，所以真自然。巴洛伊有迷失他生命的方向。伊服侍的动机已经拢歪错去啊！啊，我要多谢啊，李林和牧师去讲啊，伫传教书的时阵介绍我看一本册哦。啊，其实我家己的教会内底，我捌讲过一个林布兰，真出名，荷兰的画家，伊画一个龙柱回头的一个图啊，这个幅图有足深的意义，所以一个荷兰的灵修神学家啦，伊是写神父叫如意，啊，伊写一本册吼，叫做《龙柱回头》。啊，伫这《龙柱回头》的中间，有足深沉对家己信仰、性格、服侍各方面的这种的
的反省。啊，我想要重新捡回家己的活命，咱伫龙子回头内底嘛看见，这两个兄弟啊嘛是已经失去，需要过一届来找捡回来家己的活命。啊，这卢云伊这本册内底咧讲，伊甲七百图啊，七百图所传达出来，以及儒家福音十五章龙子回答故事，可以反省伊家己本身，又得到做做收获。我甲大家来分享，伊讲看这本册，伊感觉伫做基督徒、做服侍上帝，又经历属灵三个阶段。一开始是囡仔的阶段，哦，伊感觉哦，我真少年啊，我要服侍上帝，我要做雄心勃勃啊，感觉讲啊，我要做这個，我要做这個，我要为着家己来做大个代志。总是行歪去，失袂去，正做迄个浪子。第二阶段就是，我亲像今仔日做做伫教会侍奉的人，也是讲亲像巴洛，伊感觉忠心侍奉，我对上帝、对耶利米这么忠心，啊，今仔日上帝这么款待我，伊心内充满不满，充满嫉妒，无咧侍奉的人，上帝咧反转祝福伊。啊，我咧认真做一个所谓我家己认为标准的基督徒，啊，做礼拜奉献侍奉，我拢无比别人嗨。我你含一只羊啊，都唔捌杀我只。咱有迄个大囝迄种的阶段啊无？到最后一个阶段讲，哎，干那做大囝，还是这奉献做无够？所以上一个人的性命要精全，要完成上帝交代的使命，就是你爱扮演第三个角色。你是受到真侪上帝的长辈，你的心我都能接纳，我都能了下，我都能祝福，你才能找到你性命一生的使命。咱来看这三个不同款上帝的特点。啊，你请问咱大部分拢已经有会啊？咱来到美国追求更好的生活，各方面啊，为咱最最动机就是啊，我需要有物更加丰富的物质享受，我需要得到肯定，我需要得到名声啊，所以咱来到美国，啊，咱大家真拍拼，总是伫这个。如云这个啊，神父伊伫这本册内底咧讲，事实上，咱是咧对世界去求别人对咱的肯定，去到远的所在去求我生命的价值，我哪会通读到博士，我哪会通啊一年的收入会通到10万，我哪会通有一间厝车等等，伫迄个所在离开厝，去远的所在要求迄个满足，去求迄个世界对我的疼。那安尼，你就成做一个浪子。是啦，世界听你，总是世界听后边有真侪条件，你也生了较水嘞。啊，你台较聪明嘞，你的社会地位也较悬嘞。啊，你也有好的教育，你也有好的职位，你那安尼我就听。啊，你若无这個，我就较无人来相借问吼。咱中文一个俗语讲，你若好野人，他带了青山人来，都访客安尼络绎不绝啊！你若是散起来，大家看你就惊。世界一听，充满了条件，条件不够。你若安尼，你若安尼，有遐伊啰。如云讲一句话讲，只要我若无伫迄个无应该去找迄个听的所在，找迄个无条件接纳我。听我，安尼我就已经是离开家庭，去到远的所在，空空为家己度过。咱已经侪侪人退休啊，检查你嘛心内足有失落感啊。我迄阵公司，我迄阵伫下，我迄阵伫病院，也是呼风唤雨啊，等等。啊，今仔日啊，已经退休啊，等等，好像已经拢，这个世间已经嘛搞袂去，是咱以前为家己度过大代志，所以。这条阿美金我也是说啊，我失败去，打起红，找到答案，捡回来家己的性命。这个就是咱所在讲的，离开上帝的家，去外口
啊，求求肯定，对世界为家己来祷告。新年期摩西甲要伫哩，家人对遮个百姓讲，上帝安尼讲，看我今日用活甲福气四甲在摆伫你个面前，用天地做干净，我用心思祝福就做摆伫你个面前。所以，迄个选择很重要。今仔日我是属于世界，还是我是属于上帝？这影响咱经营咱的生命，使用咱每一工日子的这个方法。好佳哉，这个囡仔放荡自如，亲哦。上帝疼咱到，予咱家己爱去。用对心来去听伊，伊会听袂当讲，我禁止你离开家庭。虽然迄个放荡子非常幸运，对老爸讲真不敬的话，将我用伫个你，拢爱服我，我就是要去挺远的拍拼。伊会听，用阮即个放荡子出外，啊去冒性命危险去找着听，原来就是伫你离开的即个所在。会去找到生命。在这个放荡子开完一切所有了去饲猪，但知影落家无人要问伊，无利用价值。这个世间已经无人看伊，看伊在干的时阵，伊非常的孤独。嫌迄猪的食物件摕起来食，自己也袂。忽然间想起来，讲我哪会在安尼？我哪会在？我的身份都。某老爸啊，有一个疼的老爸啊，好佳哉，遐想起讲讲，有一个所在通无条件接纳我，所以我要起来，我要倒转去找我的老爸。亲哦，就是捡咱的性命倒转，将咱的性命过一届来交转向的上帝，一个开始。第二件就是安尼，彼时伊个大件伫远来，倒来到厝，听见厝内欢喜作乐的声音，伊是也真不然吼。伫迄个时阵，还佫伫远呢，所以伊伫遐叫一个萝卜出来，甲伊问讲是啥代。伊甲伊讲讲，恁小弟倒来，你个老爸因为伊活活好好倒倒来，所以抬迄只肥个牛仔伫遐开 party。这个伫村里的囝，伊心内非常会袂平衡。伊离开去放荡，啊，我伫村里遮尔紧张，所以伫痛苦的顶面上，伫你家天做做忧愁，伊感觉心内非常的不安，伊受尽唔入去。伊个老爸出来劝伊，啊，伊伫遐有真侪 complain。主要一项坦白就是讲，爸啊，你安尼够唔公平？真侪基督徒，阮最近伫教会下礼拜一直咧想，上帝够公平？互逐个人个遭遇、人生各方面拢无同。阮咧读诗篇73篇，讲遐做歹个人，鬼甲目睭拢碰出来，逐个啊小好啊，佫真好死，哦，心内非常会不服。诗篇73篇咧讲遮，咱常常嘛安尼，上帝你安尼对我够公平？别人袂着眼，我会着眼。啊，我敢比别人较歹。咱有做做即种的无欢喜，伫上帝家煞失礼去的浪子。咱看伊利亚嘛是安尼，伊利亚安尼伫加密山底下，甲遐巴力的先知了，等伊受追杀了后，伊灰心失志，讲啊无采工啦，今仔日干那剩我一个，全以色列无人咧信道哩。干阿，我遐咧敬拜你，啊！遮人还阁孝顺，要出我的性命，上帝你不要紧嘛？上帝你不要紧嘛？上帝后来甲伊问讲：啊，你伫遮从啥物？你伫这个所在，伫上帝家来侍奉上帝，心内充满不满万言。咱看见巴勒也好，以利亚也好。在放荡子的这个故事的大兄也好，像一个任性的小孩，
在上帝面前，你通耍脾气，嫉妒、孤单、自怜，啊，底下来发发怨言，为甚物这歹人会行通？所以是咧，这三篇讲，我清气心肝是空空啦，我无罪来洗手嘛空空，我通日拢拄着迄个灾厄，逐灾去受责备。所以诗篇七十三篇，甲上帝只讲讲，我若讲，我要安尼讲，你是用干杂咧款待你的子女，你是用干杂，我感觉公义无得到奖诶，亲像这大个囝感觉讲啊，服侍无得到应得的报偿，啊反而迄种诶得到报偿。我爱明白这个你啊，看了真为难，真恶去了解上帝的意思。那你因为咱咧讲这个代志，顺遂上咧反映这个大囝，也是死人，伊心内顺遂上是非常的自意啦。感觉我比别人比较好，啊自恋，家己自恋、自怜、自义。面对上帝，伊感觉我家己感觉主观的迄个公义你无实现，伊心内非常的不满。所以讲我受气到死嘛，何必？这是啥物人讲？用纳，用纳嘛是安尼，我想起个上帝找迄阵逃走，逃走过了，伊去哩哩哩，啥人大家悔改，伊也无欢喜，伊也无欢喜，迄个心内讲我受气，到死嘛欢喜，总是上帝互伊讲讲，这丛幼麻树，唔是你种的，啊嘛唔是你互伊大丛的，啊到上帝用这来批评讲，一丛幼麻树死去，袂当甲你食因，你着受气甲讲讲，我死死着较好。一丛无灵魂的幼麻树，你着安尼，看伊性命重要。你遐有十二万人，要不要分正手倒手？我为着人民遐的人啊，来下面恁，你受气安尼敢袂合理？我想咱有足侪只，因为咱的有限，互咱无法通看见全貌。上帝是全能，知影全貌，所以咱有时咱拄着代志，咱无法度通完全了解。总是你爱相信伊的全能，甲伊的疼痛。所以像咱看见这个大囝，拢活伫咱的心中。侪侪人伫上帝给属奉重视，无法度通活出自由的生命。咱望上帝把我所做的功劳一笔一笔拢记掉掉，然后用功德来报答我。外表看起来是像这大囝，伫乡里做工，尽职顺服。总是当伊看见上帝对另外一个人，也是讲迄个老爸因为囝儿倒转来，伊安尼欢喜个，迄个黑暗的。会开来，藏在咱内心这個大囝迄个嫉妒，啊，看轻伊个小弟，啊，这个批判别人、谴责别人，感觉家己是上好迄种，苦毒嫉妒拢为规个拢出来，咱心中拢有迄个大囝，所以大囝嘛来过一届定心，捡倒来家己个性命。为甚物我有遮尼侪不满？有甚物有足多我无法度通相信上帝的公义？伫村里伊煞失落，伊会放掉。第三个到即个如云咧讲，伊熟练的第三阶段，就是伊从来毋捌想过讲，上帝呼召你甲我来正做亲像伊的款式。咱咧读路加十五章的时，拢会想会放动出我。三探我离开上帝，我嘛是迄个大囝，总是真少人想讲，我咧扮演迄个老爸。那你伫想讲，迄个老爸种个疼痛，迄个包容种个下面，迄是上帝才做得到，毋是我做的。迄个是接纳我，迄是第三者，迄毋是我，是我人生终点的他者。真少人想讲，随上圣经甲咱讲讲。咱最终的使命就是讲爱活出上帝主义，爱亲像天父一样。这个就是耶稣所讲的马太第五章四十八节。所以恁要顺转，亲像恁的天父顺转，就这个是一个呼召。呼召你甲我有一天，唔通定定做放荡子甲迄个大囝。你有一天就是爱到这个程度，亲像迄个老爸，行出囡仔。
成做熟练的中将，这个是一个好点。那不是真好读这段圣经，我做囡仔是讲话亲像囡仔，性情亲像囡仔，已经成人啊！你都唔通一日到讲我就是迄个放荡子，我就是迄个，你爱成做一个会通勇敢伸出双手，不管对方对我有啥物感想。迄、那个大囝心内有真侪不服，迄个犯罪的放荡子对老爸嘛敬畏，讲我无当做你的囝，我甲做你的长工。别人对你有啥物款的感受，有啥物款的感受，拢无要紧。迄、那个完全的疼，上深的慈悲就是你的观点，会通将伊来摸伫你的内底。如因有国讲到这样代志，讲熟练有三个要素啦。你要成做一个熟练的长辈，你要成做一个性命亲像天地。第一就是爱忧伤，看到伊的囝儿，看到人离开伊的家庭，伊心内忧伤；看到人犯罪，心内忧伤。上帝看见世界人犯罪，咱来为着咱的罪来忧伤。咱虽然是讲要做一个熟练的长辈，但咱嘛依继续咧得罪上帝。所以为着家己，为甚物有遮尼侪心内有遮尼侪贪婪，有遮侪暴力，有遮侪万分世间有遮侪遮个代志，我心内忧伤，用上帝心来想，而且忧伤来化作目屎，为着遮个代志，为着罪恶来祈祷，然后化作一个溃烂来祈祷，求上帝帮助，或者世界，我本身人真侪过较好。第二个当然，伫即个路加十五章就是下面。下面非常的困难，我想这个咱唔免讲非常的困难，因为你感觉受到足大的伤害，总是你爱不断的操练，要安那来攀越这个我以前受的伤害，卖起来想，迄老爸无想到讲这个这囝儿对伊的误解啊，对伊的嫌疑，伊无去想遐，我干那听你，我干那要唔忙恁，搁一届倒转来厝，一届搁一届的操练。我想这个是世人咱的功课，要学下面的功课非常的困难，总是不是无可能。第三个困难，宽容。你下面一个人也无够，这个受得罪的人，伊依然毫不保留。迄、那个囝放荡子已经改应伫了，分了啦，转去伊还过安尼来款待伊。我的就是你的。甲迄个大囝讲，我剩哩一切拢是你的，嫌伊的性命嘛是恁的，将规个性命拼落伫迄个伊所疼的人的身上，宽容非常的宽容。这个是要做一个熟练的长辈，上必要三个要素：失败的性命。所以亚利利甲巴罗讲了，你以前为着家己多无大代志啦，我想要做这啥？咱为着咱家己伫即个世间咧生活，咱嘛是为着家己多无大代志。怎你发展讲你所互世界控制去？你伫咧烦恼别人会通接纳我，会肯定我，会疼我无？你伫用外在物件要互世间来疼你，你真做奴役，迄个是些失败性命。有时。拄着试炼在为你真艰苦，地搞到一起四方四面看无到咱这个上帝文书你的生，这也是互咱会失落去。有老足侪试炼，有足侪在，咱有时会安尼四面看无到，煞失落去。特别咱伫教会咧侍奉，圣诗歌上帝咧看顾为主做工，拢免失志，是思想咧失志啦。为主做工，地搞失志，路途坎坷，危险的事。上帝咧看过，像风像浪，随上吼，心内是感觉上帝无公平，感觉无得到主的扶持，三线亚线，这拢是失败。失败是安那，永远要做囡仔，我都圣经还未读一遍，等你读一遍吼，已经用要倒入去观察，咱唔想要做理由啦，不管咱。灵命到什么程度？爱脱离做假灵的囡仔的方式，爱老人的真理，无做俗用的囡仔。
所以请咱搁一届来捡回来咱的性命。你也想讲我今仔日我的性命是属于上帝，还是讲我讲将我的性命主权到世界来甲我评价我这个人的价值？我是今仔日为上帝咧祷告，还是为着家己祷告讲啊？这代志，我家己的代志比上帝搁较重要。今仔日你也是咧面对这个家庭，对世界求一个疼痛的肯定，还是你伫倒台厝的路中？今仔你看这个环境，你是被环境所捆绑，还是讲你来看顶目睭看主耶稣基督？这是上帝给咱的应允，就是无论咱倒位去，只要咱性命捡倒转来，咱行伫正确方向，上帝无放弃咱。咱就用约翰十二章二五甲二六节来做，今日结束，咱做来读这个圣经。听家己性命的，就丧失哩；怨家己性命伫这世间的，的确报以到永远。人若服侍我，就着得我；我所得着的所在，服侍我的人也要得了。人若服侍我，我的父便对中伊。咱若服侍上帝，咱便对着咱搁一届，疼家己性命的就丧失伊，怨恨家己的性命伫这世间的，的确报应到永远。人若服侍我，就着得我；我所得着的所在，服侍我的人也要伫遐。人若服侍我，我的父便对着伊。约翰十二章二五节甲二六节。这是耶稣亲自讲的英文，咱做来祈祷。祝今晚喜乐，唔忙。今仔日通过你的复原的信息，通过阮看这少年的长辈，甲阮行过同款的道路，阮会通过一届找倒转来，捡倒来阮家己的活命。求你帮助阮，互阮有一天。会通亲像迄个老爸，伫祝福，伫下面，伫接纳，伫宽容，会通活出你爱阮活出迄个完全的款式。感谢你听我的祈祷，奉主的名来求。阿门。下面咱要来唱一首的歌，叫做《这是重新出发的日子》。新的，如果你若袂晓唱，伫咱的手册内底。应该有这个谱，咱有五站。要唱的中间，我请咱要侍奉圣餐的同工，牧师请恁来坐在头前，准备下面的圣餐。
今天来甲主同齐到，来请赵创林牧师来主持现场。以主耶稣基督的名，欢迎凡是属于伊的教会的被传者，基督徒领洗礼，咱三个来受永主的圣餐。亲爱兄弟姊妹，请听耶稣伊所吩咐所讲话，我就是活命的饼，就跟我的人决断未枵。信我的人永远会嘴大，就跟我的，我不管无其杀意。亲爱的姊妹，请咱借着今暗享受主的圣餐，用咱清气的心灵，特别来思考两句话，就是耶稣甲伊的学生三个坐到晚餐的时阵所讲的第一句。背叛，提饼起来，耶稣背叛，将这个饼背叛。这是我的身躯，耶稣讲，为着恁打破的。学生所吃的迄个饼是背叛的，不是完全的，就是伊伫十字架顶，伊也来受定破碎的身躯。第二句就是伊所来费报费，设立了上帝甲咱人新的契约 ，New Testament。所以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。这是这个使徒保罗伫伊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所讲，耶稣所设立圣餐的话，请恁来听，因为我对主受也捌传乎恁的。就是主耶稣，予人买迄面提饼，祝谢伊，白讲，这个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打破的。食了后也安尼旁杯讲，这个杯就是新约，伫我的胃来设立的新的约束。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，因为恁逐摆食这个饼。饮这个半杯，这个杯是在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，请咱阿达来祈祷。我命主宰，我的悲伤地你来到世间，受定死的时界定打破你的身躯，你老所费将做一款上帝所约束新的契约，行做你的主人。而这时阵，阮三甲组织伫遮。所摆设的饼，代表上帝你的饼耶稣基督打破的身躯；葡萄汁你所流的血，成做阮一个心灵的活命，来行上帝你所爱阮行的。用这个，阮感谢甲恳求，求你祝福圣化这个圣饼所流的宝血在阮的心中，祈祷可能上面的救。啊！来请这个四位哈，这边四位，这边四位，啊，后来这个杯加过四位，过四位。啊，伫这中间，我有想讲有几项，咱就较侪人，所以在分饼啊，甲分配咱一节的汤杯的时阵，可能用较侪时间。啊，所以我也要借用迄个咱在提等候甲大家坐的时阵。三个来享受的时阵，我也爱讲头拄啊所讲迄两句话，咱三个思考。啊，伫中间，咱家己也静静对上帝祈祷，愿伊今仔日伫咱中间活活，互咱成做一个好伊的子嗣。请咱来吟首诗，第一集就好。
安尼孝良，用安尼来孝良你。安尼是第一站咯。你看耶稣又放弃伊这个我，原来伊是上帝，道成肉体来到这世间，成做亲像你我的身躯，最后死的是一个打破伊的身躯，完成救赎的时间。打破是一种的动词。不是伫嘴中所咧讲的口号，也毋是一个名词，着肩放下，为着咱的主，为着上帝国，为着上帝爱咱疼人亲像家己，迄、那个气款来放下，打破你本身。伫这世间有真侪忧心、试探、愿望，咱咧追求世间真侪名利。地教咱无法度，真困难，打咱打破咱家己本身。有一个细囝，伊看到一个瓮啊，一个玻璃瓮啊，内底底真济食的食的这个糖啊，伊真欢喜，大家都我爱，所以手伸落去，就落去咩，这个嘛爱，迄、那个我嘛，迄、那个我爱。后来讲当面摕来食，搬袂出来，因摕伤济。搬练出来，所以伊就去找伊个老母，讲妈咪啊 ，I got the stuff， 去冻掉个啦，我大啦。伊个老母甲伊讲一句话：，你都爱放，你都爱放挂掉，唔是拢总是你个。今日遐死个，上帝予咱伫今日个世界，咱个台湾伫北美个台湾教会，拍算咱真济拢放，干呐代志咱世间个事，地球咱无法度通办。耶稣对上帝讲。上帝本身来多一个肉体，今仔日伫咱中间。
茶饼，祝谢了后，伊讲这个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破的，请恁大家来相信。吃了后，耶稣就阁继续。行过这个葡萄汁，代表了伊所留的血，这是新的约 ，New Testament， 是我的血所设立的，伊所留的血，今日建立了甲上帝死者的关系，我咱正做一个结束。大概你们是你就让你来纪念我代表了活命，血是代表活命。世间无一项事有价值，通甲这个活命来对换。当你一个生命无的时阵，失去的时阵，你的存在是等于零，你的价值完全无。主耶稣在十字架顶献了伊家己的生命。流出伊的宝血，用安尼来完成上帝对人类救赎、赦免、赎罪的事工，这是新的契约，互人甲上帝过好，伊就收束凡系信伊的人有活命，是约翰所咧讲的永生 （everlasting life）。伊要。赐予所有患啊疾病的人，通过耶稣基督所付出、所流出的宝血，伊予咱来清罪伊，毋是你的功劳，毋是咱的能力，是伊付出伊的生命。今仔日咱三甲来遮享受，今仔咱三甲结。享受主的圣餐的时阵，饮这个杯，咱就有新的愿望，咱的感谢，咱的反省，咱的决志，因为伊有用真重的价，用伊的生命来甲咱买来，这是哥林多所前书所讲的。今仔咱伫主的面前，伊也要对咱有讲。伊呼吁你甲我，叫咱逐个人也都爱回应伊所付出的代价，伊所留的宝血，唔通互伊白白无去。因为咱捌留意去想着，捌去想讲血有甚物款含义，血有甚物款的特点，有甚物款特色。第一，人的血会使输血。会记我在来美国读册时阵，明尼苏达经过无偌久，我就去伊卡下只奥萨去患着真下只胃出血。民众真舒顺，无顺就送我去问一个，一个医师，啊医师讲来看我去病院，去病院的时阵才叫哭起来，才去按在按楼底下，面真舒顺，总是后来的。明仔载牧师连去打塔的时阵，啊，你面相都遮好安啦，都有思维咧。啊，搁甲我问讲，迄个血也知好啊歹？有影，人会当思维，
耶稣基督所流的血，你嘛会通应用，将耶稣基督血，分予别人，侍奉上帝的教会，做上帝爱咱做的工，这是血的一个咱做的工，真好，会当学习的。血还有一项，迄个血吼，就是要予你知影讲你是对倒来。因为咱知，讲人的血成分可以断定一个人伊的族群的来源。换句话讲，断定你的身份啦，你的 identity， 怎样？你是甚么人？台湾出名的血研究血的专家林玛丽医师，伊捌指出讲，台湾这闽南人，就是咱后客家人。这族群的中间，85% 的人有这个原住民的血统，也包括到这个高山族、滇波、低波族以及东南亚这些多数这族群的血。另外，台湾这些咱的闽南人、客家人的中间是90%，拢是伫这个在中国南平迄、那个壁画族的血统。所以咱唔是亲像咱咧读书，即个国民校的时阵，咱拢是迄皇帝子孙，唔是啦。咱有咱家己的迄个祖先，咱是台湾人。你爱认定是甚物人？我是基督徒，我是上帝子，我是参与伫上帝的国度的一个国民。这是今仔日咱三家人，主耶稣所为着你所流的血，爱认定。你本身，咱用暗三甲组织一下来享受，来领主所留予你的宝贵新的契约，你就真做伊的百姓。谢谢大家来替咱说吼，啊，下面有几个报告，啊，台先当然是感谢吼，咱感谢上帝，咱一年一届，啊，大家人组织做伙伫这个所在，啊，经过一年大概，不管是咱个人、教会、家庭，检测拢有变化。上帝保守，咱今日搁一届组织伫遮，咱有足侪通好分享，足侪通好感谢，咱用感谢献伫上帝面前。第二样当然要感谢大家的参与啦吼，咱为四面八方来组织伫遮，啊，为筹备啊到
到今仔日，大家拢来到现场啊，我就予咱这个会通真幸福，啊，会通真好势，真多谢大家参与。啊，咱感谢江苏吼为台湾来，啊，有三位江苏个啊，拢为台湾来啊。吴牧师因有已经来几天啊，啊，伊用伊个教啊来甲咱帮助啊，张马克这两天来拜特别登记吼，所以专工坐飞机来帮助咱这个领袖，咱真多谢这江苏啊，感谢啊，我所属的教会兄弟姊妹大家来帮忙吼，足侪只物件啊，特别在做伙底下来做啊，协办的教会啊，甚至啊，我也是在不管个人吼。特别我来提出，无伫咱中间吼，咱 TBC 的副主席吼，林先校长了，啊伊人伫台湾，伊个工作的关系，啊总是咱的手册，啊拢用 email 安尼，啊校对两届三届三，啊各方面拢会甲咱编排好势，才要寄到倒来遮，啊请郑丁郑啊阿丁兄来甲咱印好势吼，所以这足侪人的通力合作，啊才今仔日叫我到通伫这个所在来完成吼。包括做这些 PowerPoint 啊吼，还是做这些控制影像这些，咱深深感谢人感谢。咱还记得咱今年的主题什么吗？我若卖拍水，我应该卖用这个 PowerPoint 出来。咱 TBC 今年的主题叫做合一的见证，今仔日咱来研修了吼，研修这是合一的见证吼，啊，咱各教会做伙伫主的厅内底做来完成这个代志。第二项啊，爱来报告是，即届咱大概几个人吼？即当然中间也阁有一寡差错，因为啊，即马较少人吼，啊，包括囡仔72个吼，咱大人全时间参加242个，所以到总参加人数有差不多313啦吼，咱差不多到320人左右，最近有人才阁后来才阁来，明仔载有13个人是正式报名，讲伊要来参加拜六的节目，咱礼拜日。下连啊礼拜超过400几个人，吼、哦，咱叫做330个人啊啊！即马各教会啊，有一挂教会伊要来遮做礼拜，所以咱礼拜中昼用餐，咱甲赢地，因为他用400个，所以咱都用400人要伫遐用午餐，总一挂来做礼拜，用家己设法，所以咱礼拜的人会较侪吼，会超过400个吼、哦。啊，有几项代志来提醒吼。就是咱即个拢，大家拢带真爽啊，所以你有时间，比如咱尽量遵守时间。今仔日因为食饭有较晚吼，所以咱有小可伊用过，过落去明仔载后日迄时间，咱尽量照伊个时间，啊，咱自动自发吼。即若开始咧敬拜赞美，咱尽量莫过到外口来交杯，尽量赶紧入来准备心，啊来领受。第二，如果你若有啥物疑问啊？啊，阮大概即几工拢有一挂伫值日的人，伫穿迄个童工的背心吼，你会通甲伊问，你要知影啥物代志？啊，顺续无伫即内底讲，就是有人咧问讲，迄个 WiFi 的 password 吼，伫咱手册最后一页遐拢有，吼、哦，最后一页遐，你若要用 WiFi， 迄个遐营地须知内底，你会通用迄个 WiFi 啊来上网吼、哦。啊，但出来食饭的时阵啊，已经有报告过，如果你有甚物代志啊？伫你个 lobby 迄个所在敲铃，啊，因个 desk 个人会人来甲你帮助。如果你感觉讲我无当行路，我需要有迄个 golf cart 来甲我载来食饭啊，就是来遮甲你讲闲话，拢会通做即个服务吼。即、這个是赢地甲咱帮助个吼。咱真多谢啊！咱主要教会提醒咱，即个本来无想着说啊，泰山医师甲讲，咱可能还需要一个人来负责医疗。如果你伫遮拉肚子啦吼，你若落屎要找啥物人头疼，要找到廖尚健，廖医师徛起来，互大家熟悉一下。廖医师又炸一罐药啊来吼。廖，咱遮来有真侪医生，免尿着，唔忙免尿着啦吼，唔忙免尿着。不过若医疗方面的需要吼啊，那当然较紧急，咱问问吼。你的房间几号？不过你电话嘛无法度通去了。无法度，当迄个。你看啦，老你的迄个班里人找我，迄个你的说谎我吼。啊，咱明仔载拢叫迄个时间，咱就要进行吼。明仔下晡3点，迄、那个第四天了后，有一段时间3点，差不多3点半到
六点十分中间的空档，遐咧开会吼，一个明仔载咱咧开一个常委会，所以请各教会牧师甲一个代理长落，一个教会上侪两个人，毋茫各教会拢有人。啊，明仔载第四讲了后，啊，要伫倒位咱到时再讲。TPW 明仔载我迄段时间要开会，所以同迄个时间两个所在，啊，毋茫各教会拢有派代表来参加。啊，这是万一啦，万一你若有啥物代志，我留我的洗手放伫遮吼。请你若需要一只靠后援，有啥物代志吼，即个互大家知影者。下面咱甲今年的会场会较无同，咱要用迄个奥林匹克的模式啦吼。奥林匹克的模式就是各教会吼，咱来绕场啦吼，咱来绕场。所以先爱互大家知影，即基亚拢伫即个所在。咱即届拢总有十五间教会参与伫即内底吼。咱各教会有会期，但买真真实的就塔斯廷教会因为拄只成立，所以也无因的会期吼。除了迄以外，咱用奥法贝塔吼，所以出场的顺序吼，请你知影第一个是青诺吼，青诺教会。读出来，咱已经把旗啊拢摆好吼，迄第一旗就是青咯吼，青咯到。等恁派一个代表来掠旗啊了后，请青咯到会会又带这个旗啊来行吼。要绕场一组，如果你若无方便坐就无要紧吼。不过若无，咱就是要绕场一组安尼来。然后咱全拢集合伫这个所在来唱出来一届圣诗吼。所以第一间是青咯，第二个教会是第一教会，第三是好牧者。第四是恩惠，第五是喜信教会，第六个出场的是拉斯维加斯吼，过落去洛杉矶吼，洛杉矶教会 ，Orange County 橄榄教会第八间，圣地亚哥第九，木国教会第十，各个南湾，各个塔斯汀，各个阿边，各个边区啦。二万年是主办教会，所以最后一个出场了吼，最后一个出场。方法是安尼吼，你若方便，行动方便，即马下面咱先要起立来唱这条歌，咱这条歌要唱第一站。你来啊，然后咱就开始，这个歌就一直弹，咱家拢唱第一站啊，你来要唱，叫做啥物？大家勇敢同齐脚步。别来站起来来迎哦。Thank you.
听无够的。明仔会知啊，咱有喜乐操，喜乐操啊，青龙教的唔知伫倒位吼食，有虾赛个，排球场，吼、哦，几点？七点吼、哦，啊，咱七点半咱有早到，啊，八点食饭吼，唔忙咱早到，咱来来迄落咱青龙来教伊个时间表来操吼、哦，好，咱最后要来唱一首，这是予咱知影即届报名的。报名的情形啊吼，啊，请咱这位来宾接受，伫我叫做严光面前，大家组织欢迎和平，来做咱最后一首的歌吼。Thank you.
领受上帝祝福。但愿主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，特别上帝无限无条件的疼痛，现实的相通安慰祝福，甲恁全大家三个，对这时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咱今天的节目到这，请咱休息，一定要拜托。